We are not also working on the, this kind of touchpad devices. We also have what is it? 哎，我问一下，你这个呢？这是语言功能吗？ 您说的是电话功能吗？ 您是媒体吗？ 我们是宣称支持，我们是可以，比如说放到你的自己的SIM卡是可以打电话的。放在什么里？放在您自己的SIM卡，支持语音的SIM卡就可以支持。那人内置的是吗？对对对。因为刚才我开完会问一下那基辛格，他就是我说，因为是不是重新回到那个通信，他说这个。 其实比原来那个概念更多。你现在 WiMAX 完了还真是什么，就是GSM不能支持。你说 WiMAX 完了之后还能支持？现在就支持几种协议啊？我现在是三 G 的。三 G。对。是。现在是国内是 TD 的。TD 的。TD的。你是通过插卡的还是由于内置的？我现在是内置的，都是内置的。 你现在这个号，你现在是就是只是 TD 的 WiMAX 呢，通过外面可以接上，还是说你们就是什么形式呢？对。First of all，你未来你这部分跟联想手机，联想手机都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我们是主要是电脑数据功能，这个是主要的一些东西，不能放出声音，不好意思。 这个UI做的其实挺炫的。对，其实它这个系统的话，我们还没有对它进行优化，优化之后会效果更好一点。就是播放电影片，这其实是普通的 standard 的那个 video， 也已经可以看出是这样子。 Linux 的操作系统，这是联想的，当时拍的火炬的广告。看起来算清晰。你现在电池能用多久？我现在不能讲能用多久，因为它还在调试的一个过程中。这里面的那个 storage 量大概多少？ Storage 内存的话是512，然后 storage 的是用的 SSD 的方式，然后是四 G、 六 G 还有10 G 可以提供。对。你会有缩小成功手机上的功能吗？现在的这一代的平台功能做不了，做不了那样子的。而且我们那个图标的界面，在这没有办法做语音通话，还没有办法语音。预定吗？ 还没有办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现在还不能做 voice 的那个通话。我是说，您要有 voice SIM 卡，其实是。